目前呢，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地缘政治的对立啊加深，这个经济复苏艰难，多国出现了，特别是在欧洲出现了这种罢工的浪潮，美欧的通胀持续，金融的风险陡升，乌克兰危机的外溢波及了全球，能源、粮食这个供应可以看到形势还是趋紧。一些国家呢更是不断的煽风点火这个鼓吹这个断链脱钩和搞一些阵型就是搞冷战阵型的对抗，这样的给全球的秩序和全球的各个国家的正当的利益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亚洲人民应该说我们经历过这种冷战和热战，也感受过沧桑忧患，深知和平弥足珍贵，发展呢来之不易。